们当然期待在重要的时刻，在关键的事情上面，我们能够有机会跟美国政府有更直接的沟通。那也不排除就是说有机会跟川普总统本人能够通电话哈。无论选举结果为何，持续深化与美国共和党及民主党之间的关系，争取美国跨党派。总统也指示国安会、外交部、驻美代表处要持续加强对美外交工作。快来订阅通识，按旁边小铃铛给我们点赞和分享哦。如果有什么想说的，也欢迎在下面多多留言呀。